尊敬的各位主持法师、各位嘉宾、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，欢迎莅临2020悉尼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。卢俊宏台长，太平绅士，作为世界和平大使、世界一千万华人的心灵导师，二十年如一日，弘扬人间大乘佛法，广度天下有缘众生。 卢台长秉承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精神，以智慧妙法白话佛法指导现代人生，慈悲度化一百二十个国家与地区一千万人走入佛门，破迷开悟，改变命运，创造无数人间奇迹，令众生消灾离苦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和平。 至今，卢台长亲赴亚洲、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，举办一百多场弘扬佛法的大型演讲，震撼轰动国际社会。近年来，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全世界，屡获国际殊荣。 二零一二年，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红台长“世界和平奖”及“世界和平大使”殊荣。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，并获得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、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、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、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。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，并在联合国、美国国会、德国柏林、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。卢台长还荣誉入选二零一四中国人物年鉴，并于二零一五年九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，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。 二零一八年五月，卢台长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授予“世界宗教和平大使”、“世界杰出慈善大使”。二零一九年五月，卢台长应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赛节庆典上做主题发言，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。 今年伊始，我们再次相聚在悉尼，共沐佛光，共沾法喜，感恩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，甘露遍洒；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成愿，普渡有缘。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、佛友们、义工们，感恩大家。现在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。 龙天护法迎新年，慈悲喜舍观音现，一朝醒悟佛性见，嗔恨烦恼,恼化云烟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。 感恩各位嘉宾们、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大家好！二零二零年的新年，佛光普照，台长非常高兴，再次与大家在悉尼相聚，共沾法医。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学习佛教精髓，让中华文化与佛陀的智慧发扬光大，利益众生。要让每一个家庭幸福，社会稳定，世界和平。 台长在新年之际，祝愿大家新年进步，福慧双修，学佛精进，有求必应。当今世界天灾人祸不断，在二零一九年底，澳大利亚的山火已经造成了八千只树熊被烧死。 数千人无家可归，新西兰的火山爆发导致几十个人的丧生。一月八号，乌克兰一架飞机坠毁，一百八十人全部上升，最新的调查显示，有近三百万澳大利亚人患有忧郁症，并且正在服用抗忧郁的药物。 也就是说，大概有每八个澳大利亚人当中就有一个在服用抗忧郁症的药物。美国华盛顿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，澳大利亚新增的癌症病例数据高居全球第一，所以2020年新增癌症的患者近15万。 据统计，三分之一的癌症是由心病而产生的，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癌症患者死于心理的因素。他们包括孤独、恐惧、绝望、极度的悲哀和伤心难过、怨恨、情结、悲观情绪，非常容易诱发人的癌症。 导致心脏衰竭死亡。佛法讲万物唯心造，人生苦乐参半，无休止的欲望只会造成人间的烦恼不断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凡事有度，知足常乐，才能获得身心的健康和幸福啊。 现在很多人为了获得现实的利益，甚至有时候丧失人本来应该有的善良本性。正所谓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。在今年六月，泰国二十五岁的女子叫坎查纳斯里松，因为她的男友吸毒坐牢，急需保释金。 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巨额的资金，帮助她的男友，她不惜雇凶，试图杀害五十五岁的母亲，以便能继承母亲的大量遗产，并从银行领取保险金，最终被判刑入狱。在今年八月，俄罗斯一名成绩非常优异的。 多次获得学术比赛冠军的优秀学生，因为嫉妒妈妈对弟弟的疼爱，痛下杀手，用斧头砍死了他的妈妈和双胞胎的弟弟和祖父祖母之后自杀身亡。贪嗔痴慢疑如同毒蛇一样，伤害着我们的心灵。 人在善恶一念之间，所以一念恶积重恶因，一念正即得善果。学佛修心，唯有让佛心永驻在心中，在虚幻的世界当中破除妄念，心佛合一。 用无我利他的誓宏大愿，培育心中的莲花，才能成就你心灵的净土，一世修成报佛恩啊！排长，今天晚一些时候还会跟大家讲，二零二零年会有哪些灾，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。 在末法时期，天灾人祸，人只有学会感恩，才能幸福每一天；人只有知足，你才能快乐每一天。一个学佛人的善良，是你生命中的倒影。在我们的心中，任何的一个善念和善行当中，我们都会看到。 一个更善良的自己，记住了：相由心生，乐由心生，福由心生啊！一个心存善良的学佛人，必定是一个慈悲之人。很多人的成功是因为懂道理，很多人的失败是因为。 他失去了道理。什么叫道理？道理就是你能够懂得，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要面对自己；人生最大的失败是骄傲自大；人生最大的无知那是欺骗；人生最大的悲哀那是嫉妒啊。 人生最大的错误，那是自暴自弃；人生最可怜的心情，那叫自卑；人生最大的罪过，那是我们天天都有的自欺欺人；人生最可佩服的，那是精进。记住了，人生没有什么破产，事业上。 和你的前途上，任何的破产都不是破产。人生的最大破产，那是绝望；人生最大的财富，那是健康啊！我们人一生欠别人最大的债务，那是情债。 人生最大的礼物，那是宽恕别人；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？那就是布施啊！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二十七号，有个青年，他出生在美国三藩市，英文名字叫布鲁斯利，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演员。 他从小就有跑龙套的机会，就是做群众角色的机会，于是他产生了想当一名演员的梦想。可是由于他身体非常的虚弱，父亲就让他拜师学武来强身健体。在一九六一年，他考入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主修哲学。 后来，他像所有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，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当一名演员的梦想。有一天，他也与一位朋友谈到梦想的时候，随手拿起了一张小纸条，写上了自己人生的目标：我，布鲁斯黎·李。 将会成为全美国最高薪酬的超级巨星。作为回报，我将奉献出最激动人心、最具震撼力的演出。从一九七零年开始，我将会赢得世界性的声誉。到一九八零年。 我将会拥有一千万的美元的财富。那时候，我与家人将会过上愉快、和谐、幸福的生活。当他写下这张便条的时候，他的生活正是穷困潦倒的时候。不难想象，如果这张便条被别人看到，一定会引起别人的哈哈大笑。然而，他却把这些话。 牢牢地记在了心中。为实现梦想，他克服了无数次难以想象的困难，比如他曾经脊柱神经受伤，在床上躺了四个月不能动。但是后来他却奇迹般的站了起来，在一九七一年，命运之神向他露出了微笑。他主演的《唐山大兄》《精武门》《朦胧过江》。 竟刷新了香港的票房纪录。在一九七二年，他主演了香港嘉禾公司和美国华纳集团合作的《龙争虎斗》这部电影，成为一名国际巨星，被誉为功夫之王。在一九九八年，美国《时代周刊》把他评为二十世纪最英雄偶像之一，他是唯一入选的华人。 他就是李小龙，一个迄今为止在世界上享有最高信誉的华人明星。后来他签的啊这张便纸被一位收藏家以两亿九千万美元的高价买走，当时还有两千份。 合法复印的副本也被抢购一空。拍卖会的主持人当时激动的大叫：“哎呀，这张便签呐，就是可能你成功的原因之一呀、啊！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：人要有信心，要有目标，要活着有意向。一个人。 精进自会快乐，知足就能常乐，事业先苦后乐，人生自得其乐，精神充满欢乐，岁月随缘就乐，生活助人为乐，学博要懂得。 普天同乐，学佛人更应该以一种更为积极、宽容和善良、健康的心态去看待人间的所有事情，你就会能得到别人的慈悲的回报。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：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” 种下了理解，收获了宽容；种下了谅解，你会收获了和谐；种下了挑剔，你会长出别人对你的埋怨；种下了指责，你会长出了祸根呐、啊。 我们人的家不在于大小，在于温馨；我们的心灵不在于你和对方的距离，在于相通。人一辈子的健康成长不容易，跟树木一样，总会生出旁枝异杈。只要不要忘记，常常的去修剪。我们学博人不要怕烦恼和困难。 经常好好的修修你的心，你将永远得到顺利的回报啊！记住了，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，少看别人的，多想自己拥有的，你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生活呀！ 有一个笑话，说在精神病院走廊里，有一位病人对着另外一个病人，他抱着个鸭子的精神病人。这个对方过来个精神病人，抱了个鸭子，这个病人就跟那个人说：“哎，老兄啊，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？”抱着鸭子的精神病人说：“你神经病啊！你看清楚点啊！” 这是鸭子啊，不是狗啊！但这位精神病人亲密地说 <laughs>：“你才神经病呢！我又没有问你，我问的是鸭子啊！”这个笑话告诉我们：当自己有病的时候，你才会感觉到别人有病。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，你说他神经病，他说你神经病，两个人都有点病。当自己想不通的时候，你才会跟别人去争去斗。这个世界上树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每个人对事物的认知不一样。 不要指望别人对你的认可，因为自己你最了解自己。也不要去指望别人会陪你一辈子，因为当你生活失去光芒的时候，师父告诉你们，连影子都会离开你的。 所以，一个人的心态要善良，要自己拥有自信。台长告诉你们，一个人心理衰老有两个标志，你们记住了。如果你们知道自己心理衰老不衰老，有两个标志：一个是整天抱怨和后悔；第二个是整天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 有智慧的人想得通，学佛的人看得远。人生不就是一吃了之，一睡了之，一骂了之，一笑了之，一走了之，一死了之，一埋了之啊！ 有什么可以难过的？有什么可以伤心的？想想自己现在的年龄，过去的伤心和幸福早已化作云烟了。好好的珍惜你现在拥有的，那是你当下拥有的东西，也就是你唯一拥有的。所以学佛修心，海纳百川，有事。 不要往心里搁，你的身体才会健康，你的慧命才会去除烦恼，拥有长寿之相啊！有一位青年总是埋怨自己时运不济，发不了财，整天愁眉不展。有一天， 他遇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，他问：“啊，师傅，为什么我总不快乐？”“呃，你说什么？”“呃，师傅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穷啊？”“哦，穷？哦，孩子啊，你很富有嘛。”“呃，这从何说起呢？”老人家老人说：“嗯，假如现在……” 斩断你一个手指头，给你一千元，你干不干呢？呃，不干。那斩断你一个手，给你一万元，你干不干呢？嗯，不干。那假如有人要换你的眼珠，给你十万元，你干不干呢？嗯，不干。假如让你马上变成八十岁的老人，给你一百万，你干不干呢？嗯、呃，不干。 那假如别人让你替他去死，给你一千万，你干不干呢？啊，不干，这就对了。你已经拥有了一千万的财富了。人为什么整天要哀叹自己的贫穷呢？这个青年突然什么都明白了。 如果你早上醒来，你发现自己还能自由的呼吸，你就比在这个星期离开人世的人有福气了。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危险、失去亲人的孤独和伤痛、病痛的折磨，你没有经受过忍饥挨饿的难受，你已经好过。 世界上五亿人啦！如果你的身体还能不靠别人自己走动，你已经比世界上十亿人幸福。如果你的冰箱里还有食物，身上有足够的衣服，你有房屋的生活，你已经比世界上。 百分之七十的人富有了。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日数据显示，全球有三十六个国家目前正陷于粮食的危机当中，全球有八亿人处于饥饿状态。 而在非洲大陆，有三分之一的儿童长期的营养不良。全球每年有六百万学龄前的儿童因为饥饿而夭折。如果你的银行账户还有一些存款，你的钱包里还有一些现金，你已经身居于世界上最富有的。 百分之八之列啦。如果你能听到台长这段话，那么你比全世界有七千万聋哑人幸福的多啊！人应该学会知足了。我们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不幸。 但快乐的人，因为懂得知足而珍惜的人，才能真正的拥有啊！看破放下，才能救度自己。有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不慎跌入了一个池塘，他的四肢拼命的滑动。 大叫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因为他不会游泳，他越挣扎，身体越往下沉得快。到了最后，他想，反正就要死了，死就死吧。他心一横，全身放松，手也不动，结果身体浮了上来。 我们学佛人也是如此，遇到事情越紧张越容易坏事，越看破越放下，不执着反而越容易成功啊！人生的财富不是你拥有多少钱财，拥有多少不动产。 而是你帮助过多少人，救度过多少人，你影响过多少人，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还有多少人在怀念你呀、啊？当今世界，红尘滚滚。 一个青年从冰冷的湖水当中救起了一位醉酒落水的长发男子，围观者都被这个青年舍己救人的精神所感动，并为他热烈的鼓掌。谁知这个青年一双眼睛只在人群当中找来找去。 最后没找到，他高呼道：“哎，刚才是谁瞎了眼睛呢？说落水的是个漂亮姑娘，我才跳下去的。”现代人做好事救人，都要有选择。在明文力扬中不能自拔，你若成功了。 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若成功了，你吃青菜，人家叫你养生；你如果失败了，你吃青菜，人家叫你寒酸。现代男人喜欢女人的美丽漂亮，而女人喜欢男人的甜言蜜语。所以，女人学会了化妆，男人学会了撒谎啊。 生活中的假话如同台词，常常背熟了就说；真话像咳嗽一样，很多的时候是在你控制不住的时候，你才能听到他说的真话。当你放下面子、谦虚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懂事了，你接近了成功。 当你用钱在赚回面子的时候，说明你在五欲六尘当中；当你用面子可以帮人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是个圣人了；当你还停留在小餐馆里喝酒吹牛、啥也不懂的时候，天天讲面子，说明你这辈子也就如此。 生活总是嘲笑我们太年轻，可是青春一去不复返。人其实很傻，经常犯错，但要想一想，世界这么大，最傻的、最吃亏的还没轮到你呢，别放在心上，好好的学佛，下次不犯就是了。新年到了，我们要忘记。 去年迎来新年的曙光啊！如果一个人耳根太轻，只能让你的心变得更加的沉重。亲眼看到的那未必是真的，何况只是听说，所以不要太斤斤计较。 很多人在家庭当中、跟亲戚朋友交谈交往当中，感情很好，但是台长告诉你们，感情再坚固，折腾多了也会出现裂缝。天太亮，如果不珍惜白天，也许就是你的黑夜啊。 台长在节目当中呢，啊，这个经常呢二四六回答听众问题。在十二月十四号的周六的联谊会上，在 H Field，台长给佛友看图腾，啊，看出他一个手臂很酸痛，肠胃和泌尿系统不好，眼睛经常流眼泪，脾气很大。台长看出他肚子里有肌瘤，还不止一个，啊，还看出他胆里有泥沙样的石头。听众说，医院也化验出来过。 请大家听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慈悲给我看图腾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六五年的蛇。哦，你有一个手臂啊，很酸痛哦。啊，是。啊。对的。<laughs> <laughs> 肠胃也不好啊。对,对对对对。啊。 泌尿系统不好，腰酸。对对。你有一个眼睛以后要当心的。哦。有一个眼睛有个灵性，哦、让你经常流眼泪干。啊、是、啊、是、啊。哎、嗯，脑子不大好。嗯。有时候脾气很大。嗯、啊，是的。嗯，关节也不是太好。对的，对的、嗯。你好像肚子这里，怎么有一个小的？肌瘤<流>。对了。肌瘤。 厉害，厉害，啊、说对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啊，对，是师傅，我要。他要讲讲你的胆。啊。胆也不好，经常右面腹胀。啊，对对是是。啊、是胆里边有泥沙样的石头。是。化验过出来不啦？化验过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啊，谢谢大家。这个其实是录像了，就是两星期吧，两星期。 台长，接下来跟大家讲，麦克他是一个美国餐馆的经理。他每天呢，这个人非常拥有好的心情。当别人问他你过得怎么样啊，他总是有好消息告诉你，每一天都心情很好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他都是面带微笑。看到他这种情景，很多人非常的好奇。有一天，他的朋友问他：“哎，我不懂了，麦克，没有人能够总是这么乐观的呀。” 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麦克回答：“每天早上我起来，总是告诉自己，今天你有两种选择，一种你可以选择好心情，还有一种选择坏心情。但是我总是选择好心情，即使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我也是选择好心情，因为我不想做一个心灵受到伤害的人，使自己更加痛苦。” 所以很多人来跟我抱怨，我可以接受抱怨，但是我选择更多的就是光明的一面去劝导他改变自己。这个朋友说：“哎，马克，你说的也不是这么容易吧？每一个人烦恼来的时候，怎么笑得出来呀？”他说：“的确如此。实际上，生命就像一串选择，每个情况都是一种选择。” 如果你选择跟别人交往，你选择别人是否会影响你的心情？你有时候会选择你的心情是好是坏，好的去做，不好的去不做，就会影响到你的工作。数年之后，没想到麦克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有一天，他忘记关上餐厅后面的门了，结果早上。 三个凌晨，武装歹徒闯入他们的饭店后门来抢劫，他们要麦克马上打开保险箱，给我打开保险箱！你知道那些歹徒啊，他们希望时间快啊。拿着枪指着他，看怎么抖啊！这个麦克呢，过度紧张了，啊，开保险箱的时候弄错一个号码，这个歹徒以为他是有意的，一紧张，噗。 开他一枪了，啊！麦克很快的躺下来了，然后这些歹徒逃走了，送到医院抢救。经过十五个小时的外科手术，啊，这个麦克终于出院了，但是有块蛋皮留在他的身上。事情发生六个月之后，他的朋友遇见了他了。朋友就问他：“哎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”他说：“我很幸运了。” 他说：“你知道我的事情了吗？”朋友说：“知道了。”他说：“你要看看我的伤口吗？”朋友说：“不要了，不要了。”呃，我只想问你：当那些强匪进入你啊房子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？麦克说：“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我应该锁住后门的。当他们击中我之后，我躺在了地板上。我还记得我有两个选择。” 一，我可以选择生；二，我会选择死。所以我选择活下去。你不害怕吗？麦克继续说：“医护人员真的了不起，他们一直告诉我没事，放心。但是当他们将我推到紧急的手术台的时候，我看到医生和护士脸上忧虑的神情，我这是真的吓坏了。” 在他们的眼里，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我的末日。他们已经在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，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要采取行动。他的朋友说：“你就躺在床上，你采取什么行动啊？”麦克说：“当时有个大个子的护士用吼叫的声音问我一个问题，他问我：‘你是否对什么东西过敏啊？’喂喂。” 你是不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啊？因为大家知道，医生开手术之前要问这些事情的。他回答说：“有。”这时，医生跟护士全部停下来等他的回答了。没想到，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喊道：“我对子弹过敏，请你们把我当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开刀，不要把我当个死人来开刀。” 医生和护士都在笑，脸上的忧虑神情渐渐消失了。他们笑完之后，动完手术，告诉他：“啊，你应该没有问题了，你可以选择了。”他说：“我选择活下去。”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：我们人不能选择天气，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情。生活充满着选择。 每天，你都能选择享受你的生命的乐趣，或者你将用无情的烦恼去憎恨你活着的生命啊！现代人把别人的谎言都当成誓言，有时候又把别人的誓言当成谎言。记住了，誓言和谎言最大的区别是。 谎言是听的人当真的，而誓言是说的人当真的。有一个小笑话说，说现代人夫妻啊，彼此怀疑对方。啊，有一对夫妻一起看新闻，新闻说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，有次吵架之后，妻子一气之下就毒死了老公。 看完了这个新闻之后，她老公叹气道：“哎呀，老婆呀，你说这女人现在也够狠的，竟然用毒药毒死了自己的丈夫。要是我惹你生气，你可不要学她哦。”她老婆说：“嗨，现在的新闻报道啊，怎么一点都不详细的，也不说说毒死她老公到底用的是哪种药。”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是无穷的。庄子在《列御寇,寇》当中说，对了解一个人有九个方面的阐述。所以我们很多人上当了、受骗了啊，被人家欺骗了，就是不会看人嘛。你看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早就讲了，看人，庄子说过有九种方法，你们想不想听啊？ 第一，远始之而观其中，大家看到吗？远始之而观其中，就是远离一个人来观察他是否忠诚。你在他边上，他可能很忠诚；但是你离开他远了，你就看得出他这个人对你忠诚不忠诚。智慧吧？啊，第二，近使之而观其境。 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与对方进行近距离的接触，你可以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对你应有的尊敬。因为人跟人只要近距离一接触，很快他不一定对你尊敬。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轻重的人。第三，凡使之而观其能，什么意思？ 就是你将很多繁杂的事情交托于对方，而观其能，就是你看看他能不能把很多烦恼的事情都能够解决自如，这个人就有本事。如果解决不了，这个人说明没有能力。第四，卒然问焉而观其之卒然，就是突然去。 就某一个问题去问他发问，观察他思想的意识。当一个人做好思想准备回答问题不稀奇，当突然问他问题，他回答的问题代表了他的智慧和智商。所以你看我们的古人厉害不厉害？第五，给予之其而观其性，什么意思啊？ 你与对方约定的某一件事情，啊，之期就是你跟他约好的事情，你看他能否遵守诺言。如果这个人对你不遵守诺言，这个人不可交也呀、啊。第六，委之以财而观其人。 你给他钱，让他管理钱财，你就看得出这个人是不是仁义的人。因为很多人看见钱就忘记了仁义，所以你将钱财托付于他管理和使用，你可以看到他对钱财的态度和运用，你可以看到他对你对事物的仁义道德 第七，告之以危而观其节，就是当对方置于危急的境地时候，告之以危，就是告诉你，我让你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节操。也就是说，很多人到危险的地方，先自己逃走。 让别人去受苦，让别人去承担危险，他自己逃走了。所以，一到危险的时候，看出来这个人是真英雄还是假狗熊。第八，醉之以酒而观其策就是说，你让他，比方说，这个人喝醉了之后，你看他的仪表，考察他是否。 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。你看，酒后很多人做坏事，酒后就做错很多的事情。那么这些人呢？你看他喝醉了，就能知道他心里他对礼义仁智性的啊这种态度。第九，杂之以处而观其色，啊，杂之以处而观其色，就是。 观察对方在不同的群体，啥就是不同的群体当中，和不同的场合当中，他到底对别人待人接物有没有不一样？他看见这个人了，哎你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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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；看见那个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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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那这种人呢，就是不是太仁义啊、理智性的人。那么前后一套啊，所以不同场合啊，可以说出不同的话语出来。 对不同的人，那么他会做出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你。这种人呢，你要值得警惕。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，庄子的智慧，啊，好不好？厉害不厉害？所以台长跟你们讲过了，你们在很多的场合，有人多的地方吃饭，你们千万不要随便接电话。你们随便接电话，你们就马上显示出你们的水平了。你比方说，你跟一个领导坐在一起吃饭，比方说电话来了。 你拿起电话来，如果这个人比这个领导小的，你肯定是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知道，待会再打了，我再跟人家说吧，别管。哎，领导，你看这个领导一看你，你这个人啊，小人呢，对下面这个样子呢，对我这个样子肯定也是假的。如果你接起电话，对不对啊？如果这个人比你的领导大，啊，你看，哎，你好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是，哎是是，好好。 那好，你看这领导看了你这人不就是看谁位置高拍谁吗？你又有,有问题了。所以，如果人多的时候接电话，最好说对不起，我出去接个电话，不打扰别人，那是智慧啊！啊，我们有以上的九种方法观察人，可以发现谁是不屑之人，谁是贤德之人。啊，年轻人。 整天活在后悔当中，因为他们不懂得看人。所以有一个笑话说：刚刚毕业的时候，几个同学呢称兄道弟，兄弟啊，我们后会有期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毕业时候，结果毕业一年之后，有个同学发来短信说：“兄弟们，后会我期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，你跟我太太啊晚一点再见面吧。” 因为他太太很凶啊，啊，他不了解啊。再过一段时间又发来短信，兄弟们，后悔有期呀、啊，你后悔有妻子了，啊，管的他太严了。再过一年他又发了个信息，兄弟们，啊，会有后期呀、啊。四年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同学们，兄弟们，会有后期呀、啊。 有一个人坐在轮船的甲板上看报纸，突然，一众大风把他的新买的帽子刮到大海当中了。只见他很稳地摸了一下头，看看飘落的帽子在水中，继续看报纸。哎，边上那个人不解了：“哎，先生，你的帽子掉到水里了啊？你的帽子掉到大海里了？”啊，知道了，谢谢。他继续看报纸。 你的帽子有几十块钱呐、啊，美元呐、啊。是的，我正在考虑，那可以省些钱再去买一顶帽子。帽子丢了，心很痛，但是你想想，帽子还能回来吗？说完，那个人又继续看报纸了。这一段故事告诉大家：学佛人要明白，我们在人间失去的已经失去了，何必大惊小怪的耿耿于怀呢？ 在二零一九年，我们失去了很多，我们也得到了很多。但是二零一九年已经过去了，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住今天，胜过几百个明天呐。我们谁都有过丢失过心爱之物的经历，比如刚发工资啦，最喜爱的汽车被盗了。 相处了好几年的恋人拂袖而去，这些都会在我们心理上投下很重的阴影，有时候甚至长期折磨自己的内心。学佛人要明白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面对，没有从心理上承认失去。 只沉湎于已经不存在的东西，记住了。我们人总是在回忆当中，回忆会使人痛苦的，而没有想到一切都是佛法讲的苦空无常啊。这个啊，时间关系呢，我可能要挑选一点讲了，不能讲这么多了啊。这个。 这个笑话还是要讲的啊，因为我留点还要留点时间跟你们讲今年的那个运程的笑话。有一位先生怕老婆，老婆让他理家务，这个先生呢忙了半天，好不容易忙完了，他坐在沙发上倒了杯水，刚刚想喝，不知道老婆从哪里捡到了一只袜子，啊，嘴巴里数落着：“你看看你呀，收拾了半天这东西还是乱扔着，啪一下子。”说着把袜子朝他扔过来。 说巧不巧，正好搭在他的水杯上，半只袜子已经泡在水里了。他忍无可忍的，啪，拍了一下茶几。你，你，你，他老婆把眼睛呢，你什么呀？你。 你他一边伸手去捞袜子，一边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只喝白开水，从来不喝泡茶的呀。”一个人要懂得把苦转为乐，乐天知命无所求，寡欲才能清心田。 天地宇宙之间有一个真理：人在吃苦的时候，业力会消，会得到转化。吃苦越多，消业越快，业障消除，福分就来啦。好，台长呢？有一次呢，就是就是前几个星期吧，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。 啊，这个分享菩萨保佑他全家躲过两起车祸啊、哦，非常危险。半夜出行两点多的时候呢，先生开车睡着了，差点出车祸。突然呢，菩萨意念提醒边上，他坐在边上，他的太太同修了，说先生睡着了，前面有辆车，她马上推醒她老公啊，她老公已经开车睡着了，推醒她老公，惊险的避开了正在冲过来的一辆车。此后。 他们又在服务区坚持呢，啊，就是他自己坚持要上卫生间，结果避开了前面追尾的十几辆撞车。你们听一听当时的录音，谢谢大家。师傅，我分享一个事情，在二零一七年同修全家人都在三六九关节上回老家的路上。 菩萨妈妈保佑他们全家人躲过了两起车祸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那天呢，同修一路念大悲咒，求菩萨保佑全家人平安到达目的地。晚上两点多，家人都睡着了，老公一个人开车，他念经念着念着也睡了一会儿。突然菩萨一个意念告诉这个女同修说：“你老公睡着了，前面有辆车。”然后他马上醒来，就推老公说：“你睡着了，前面有辆车。” 她一下子醒来，果然前面有辆车正对面冲他们过来，老公赶紧打方向盘躲过了。老公惊魂未定的就问她：“你不是睡着了吗？怎么会知道有车？” 幸亏你提醒了我，不然惨了。幸亏菩萨妈妈提醒他，任何灾难的发生就是一瞬间。嗯、呃，真是感恩菩萨保佑他们全家躲过车祸。然后他们继续开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到了服务区，同修呢就莫名其妙非要上洗手间。呃，同，先生说：“你刚上了，怎么又要上？”他说：“必须上。” 就在他上洗手间的几分钟出来后，看到前面连环追尾了十几辆车。先生对他说：“幸亏你上了个洗手间，不然我们就在十几辆车的中间了。”想起来都觉得后怕。他们再次感恩菩萨妈妈保佑，他们又躲过一次车祸。了对啊，呃，正幸亏你上卫生间了。我告诉你了，菩萨给你安排的，嗯，对，菩萨就是这样的，菩萨。 帮助我们从来从来不要你们回报的，你们靠自己平时多做功德呀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这都是真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台长跟大家讲讲二零二零年的啊这个运程了，好不好啊,啊？我相信很多人不远万里赶到这里来，都想听听这个啊呵呵。这个二零二零年呢，大家知道。 所以庚子年啊，庚子年自然灾害特别多啊，特别多，突发的状况呢特别多啊，整个天象呢，因为啊这个地球受到电磁波的干扰啊，因为受到干扰之后呢，会让人呢心不稳定。那么很多人说电磁波干扰对人有什么影响呢？我问你们，你们手机是不是用的电磁波啦？对不对啊？你看现在的人能够离开手机吗？ 你们告诉我，离开手机之后，你是不是整个一天都会心神不定啊？很多人看着手机笑，有的人看着手机闹，看着手机跳，是不是受到电磁波的干扰啊？啊，离不开手机了，啊，魂魄不齐了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，已经受到天象、受到电磁波的干扰，因为天象当中的电波、紫外线、红外线、伽马射线，啊，在二零二零年。 将破坏影响着地球的磁场，造成大气环流的紊乱。所以你现在想想看，造成恶劣的天气、地质啊灾害、火山地震、水灾，都是由一些射线所造成的。所以你们现在想想看，天时造成地球的脉冲紊乱，让 WiFi 和 GPS 有时候都会产生分屏。 你们大家都听到过，人家说把 GPS 把人家引到河里面去，听到过吧？有听到过不啦？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看，因为这就是碰到亿万光年的啊，负载、负能量的影响，它的射线负能量的影响啊，它就会影响磁场的变化。人跟人现在讲话也会影响。 到磁场的变化，你看有些人跟你讲的蛮好的，突然之间讲一句话出来，怪怪的，所以你就说他神经病了。实际上他的思维分平了，叫分平了。所以人间的口舌争多，吵架分手率就会上升啊。所以道家说天人合一，啊，我们佛法说心佛合一。二零二零年相克大于相生，大家知道什么叫相克吗？就做什么事情。 很不顺利，啊，做什么事情很顺利也有几个月份，但是做什么事情很不顺利也有很多月份，而这些月份大于你相生的时间，所以人跟人犯冲特别多，很多人容易想不通。你们看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想不通，动不动就要打官司，所以改行业很难得到天助。 啊，如果你想改一个行业，天时地利并不能够帮助到你。创业选择你要特别慎重，各行各业都有点风险。啊，最重要的，每个人说话要谨慎，因为在庚子年讲话要学会守，不要去攻。啊，最好不要与人争端，啊，不要去跟人家吵，吵到后来你会得到很多的磨难，因为庚子年的时候保平安不容易。 二零二零年的全世界会有很多的天灾，天气越来越恶劣，啊，最大的现象就是春夏秋冬混乱一片。你看有些地方该冷的地方热的不得了，该热的地方冷的不得了，有的地方热的嘞简直从来没有过，有的地方冻的嘞把人都冻死，而且人间思维产生的差异，罢工就多，动荡不安，在二月和三月。 东南亚会有旱灾和大火灾，三月和七月会有泥石流和水灾，七月左右台风、水灾、泥石流、地震都会有，啊，八月份会有流行病，日本八月左右会有灾难性的台风和风暴潮，在四月和十月世界上会有很多的空难、特大的交通事故，十一月左右。 东南亚包括台湾地区有龙卷风和台风，另外，二零二零年在东南亚还有火山爆发、地震和龙卷风，啊，印尼继续会有火灾和水灾。二零二零年的啊，这个最容易有瘟疫，而且非洲的瘟疫会继续蔓延，并会严重缺水。 在世界上最多的旱灾的地方，会有一亿人面临旱灾。在印度和新西兰，继续会有大地震；马来西亚有水灾、泥石流；美国西部会有大火灾、风灾；澳洲十月，今年十月还会有山火。在我们人的身体方面，要特别注意，今年人最难过的几个部位是心脏。 还有肺部，还有你的肾脏，要勤洗手。如果发现自己伤风、咳嗽，要特别当心，因为传染病会很多。啊，菩萨告诉我，叫我告诉你们，要多吃黄瓜和西红柿。 二零二零年在世界格局在欧洲会有很大的变化，啊，对市场冲击非常大。整个二零二零年的经济不稳定，啊，金融下跌很快，电器业受到冲击，网络金融不好，股市四月份非常动荡，五月份左右更加严重，所以买股票要小心，尤其是下半年。上半年的股票还不错，下半年会有麻烦。 年终不宜投资，数年啊，这个整年的经济都不是太好，啊，八九月份很多人要当心，会有很多世界惊险的事情发生，啊，所以买楼房啊被骗的会很多。至七月之后，啊，七月之后呢，中等房价呢还会上涨，所以男士呢钱比较多，女士呢。 今年呢倒是很好，会帮别人挡灾，啊，女人会帮别人挡灾，所以呢，身居高位的女士呢有火灾，家中呢不要放太多的金属物，包括电风扇啊这种金属的东西，如果不用要包包好，啊，否则呢家里会惹火灾的，金属东西会破相的，所以在破财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问了台长这么多灾难怎么办？台长告诉你们。 你们家里平时一天烧几次香啊？两次对不对啊？哎，如果轮到你的本命年，记住了，如果你想啊破财的时候想不破财，一天烧三次香，不但不破财，烧三次香还有利于财运升高啊，好吧？<laughs> 那么。 在啊，今年呢，人的相貌会变得很快。如果你一直动坏脑筋，你的脸相就变得很坏；如果你一直动好脑筋，你的脸相会变得很好。所以今年你们自己注意了。你们今其实可以等我开完法会回家给自己照个相，等到今年年底再照个相，你看看变好还是变坏，你就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。那么。 在家里啊，不要听风就是雨，听到什么事情要忍耐，要念解节咒。家里不要点蜡烛，否则易传婚变。就是点蜡烛的话，婚姻会有麻烦。今年的文昌位在西南方位，整个地球在西南方位。家中呢，要少放透明的一些物品。啊，记住了，山水画绝对不能黑白的。 山水画一定要贴彩色的，听懂了吗？家里在客厅的当中一定要摆盆花，一盆花一个礼拜，你可以家里很吉祥，可以调整气场。因为花它是动的，它是活的。家里的家具全部都是死的，放一盆花在那里，它花每天在开，每天在收，它收气场，它又散发出很多好的气场。所以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？ 你献朵花给她，她马上就会开心。为什么女人在生气的时候，你放在后面看，你看她马上气场好了呀？听懂了吗？那女人不开心的话，你送朵花给她了。你家里放一朵花，放在大家客厅的当中啊，会转换你们家里的气场的。大家听懂了吗？ 好，继续说下去。但是花不能买全部白的，明白了吗？白花是什么？好不啦？所以很多人傻傻的，家里买的花一撮全是白的，家里过段时间人出大事，明白了吗？很多人在想，二零二零年多一点财运，那么多一点财运。刚刚说是避灾啊，破财。那么讲多一点财运，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想不想听啊？

因为擦香炉是旺财的，听懂了吗？所以你们看，有很多法门，他们都喜欢擦香炉，明白了吗？呵呵洗东西呀、啊，其实也是很消业的。所以你看，你不开心的时候，拼命的洗呀洗呀，我告诉你，心里马上情绪会转好的。你看，很多人生气，刚刚生完气，跑出去洗呀洗呀，啊，厨房间洗洗，过一会儿他就情绪就好很多了，他也是一种发泄的。 所以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<laughs> 好，如果家里有动土，一定要悬挂饰物啊。我们讲不是一种风水的饰物。师傅说，我们悬挂的饰物是什么？那就是大悲咒。如果你家要动土了，请你们挂上大悲咒山水画。二零二零年呢，还有很多官非产生。 因为二零二零年的太岁呢在正北方，太岁在正北方，所以呢正北方你不要去装修，不要去弄墙啊，搞来搞去的装修，因为这就是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上一句话，叫太岁头上动土啊，听懂了吗？那么很多人喜欢家里啊这个灯光颜色啊，彩色很多。 一个吊灯上面呐，有绿的、红的、黄的、蓝的，什么颜色都有。我告诉你，口舌是非多呀，所以墙上今年也不要去拼命钉钉子，否则会破坏你的财运和健康的。啊，现在粘的东西、粘的牢的东西多了，不要动不动就去,去钉钉子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啊，二零二零年犯太岁有五个生肖，你们在这里应该都有吧？ 啊，老鼠本命年是值太岁，属老鼠的要当心；冲太岁是马，刑太岁是兔，破太岁那是鸡，害太岁那是羊。所以这五个生肖都要当心啊，尤其嘛，老鼠要当心啊啊，害太岁羊要当心，破太岁鸡要当心啊，刑太岁的兔和马好一点，大家听懂了吗？啊啊！ 婚姻方面，男女之间沟通非常容易产生障碍，啊，尤其不同种族的婚姻、跨国婚姻会更多的争吵，啊，会有很多的离异，所以要特别当心。那么夫妻当中想谈一件事情，想谈得好怎么办？师傅要教你们了。今天你要去跟他谈一件事情了，跟老公谈一件事情，他可能会跳，可能会闹，最好的方法跑到自己的佛台前。 不点香都没关系的，就冲着观世音菩萨让我化解跟我老婆某某某的冤结啊！我接下去跟他谈事情，观世音菩萨、啊、护法神保佑我、啊、谈的好一点的啊！我我我我，你过一会儿跑过去说：“老婆啊，我有件事情跟你说，什么事情啊？快说啊！”马上情绪就好了，你们试试看，哎，试试看。 而且呢，在今年要特别多念消灾吉祥神咒，记住了，四月、七月、九月、十二月特别要注意婚姻不好，对，很容易吵架。在二零二零年，孩子读书方面，家里进门靠左边是好风水，靠右边风水不是太好，读书的，所以给孩子每天要念七遍大悲咒，可以保孩子读书啊，智慧充裕，家庭平安。 在二零二零年，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大气层的磁场影响，心脏病人会很多，肾功能衰退很厉害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在今年特别累，爬也爬不起来，睡也睡不好啊。所以今年师傅就特别问菩萨要吃什么，菩萨说黄瓜、西红柿还有菠菜啊，再加个菠菜啊,啊，记住了。 如果很多人整天在家昏昏沉沉，很多人血液方面不是太好的话，血压高啊，或者其他脑子觉得不管用啊，头痛啊，多吃点卵磷脂和钙片。在2020年，除了多念大悲咒、心经之外，要多念消灾吉祥神咒和解结咒。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中国传统习惯，就年三十晚上要烧头香，保佑自己啊。 一年平安吉祥，希望大家好好烧香。好，跟大家大概讲了这些了，好吧？那么大家如果还有以后有什么具体的问题，也可以写信到秘书处来，啊，有什么问题？师父整天呢在广播里也在回答大家这些问题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，啊。最后呢，啊，台长还是要跟大家聊几句，虽然他们规定我时间已经过了，啊。 说有一个朋友的哥哥嫂子都是暴脾气，两人动不动就开火。于是呢，这个朋友就劝他的哥哥，他们不修心的啦。他就说：“哎，下次你老婆发脾气之前呢、啊，你自己想发脾气之前，你先试试深呼吸，然后念十遍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发脾气，看看你火气能不能消下去。”那么有一天晚上，他嫂子呢跟他呢又为一点小事生气了，一直巴拉巴拉拉在骂人。 哥哥呢？想起他弟弟的话，深吸一口气。他老婆注意了，然后他心里开始默念：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发脾气。念到第五遍呢，他老婆一巴掌就扇过去了，并骂道：“你居然敢念咒语诅咒我吗？” 现在人气量小，而且很敏感，在人间的烦恼当中啊，解脱不出来。所以我们学佛人一念解决咒，化解忧愁啊。所以学佛解忧烦恼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热恋的时候，情侣两人感叹：我们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呀？ 能让我们俩这么幸福啊！结婚之后，夫妻两人常常怀疑、骂自己：上辈子我们做了什么孽，活着怎么真难受啊？这就叫缘分，所以缘分要靠佛法来浇灌，要改变自己。所以台长说：“人生不学佛，红尘无奈何呀。” 社会上有一句话说，如果一个男人只知道拼命的挣钱，却从来不注意自己的健康，最后等于在给自己老婆的下一位男人打工。啊，看见吗？死了吗？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同样，一个女人拼命省钱，啊，节约，却不学佛。 不注意自己的修养，天天在家里跟自己的老公闹，是在给自己老公以后的另一个女人腾地方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学佛人要懂得，别人犯了错，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去包容他，善于原谅别人，你自己生存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大。 能够原谅别人的人，是因为他懂得啊，曾经受过仇恨的伤害。你原谅别人，因为你也被人家伤害，你就不要再去伤害别人，让别人承受和你一样的痛苦。宽容是宝贝啊，生命才可贵。只有懂得失去的痛苦，慈悲才能显得更加的珍贵呀、啊。 曾经，曾经流过眼泪，学佛得到安慰；曾经生活艰难，学佛得到平安。成功和失败，只是我们人间的一个过程呀，过了就没有了。我们人的一生，就像一列火车一样，能够有起点，没有一个终点的。所以。 上上下下的人都是你的善缘，要珍惜呀、啊。所以辉煌与黯淡只是一种啊自然。挫折让我们懂得迁帮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失欲让我们懂得人间的悲与欢。学佛人要懂得人生无常，知足常乐，你才会走上解脱之道啊。 好，在每一次啊台长弘法结束之前呢，我总会说两个笑话，啊，说两个笑话让大家开心一下。第一个笑话啊，听好了啊，现代人着迷网络啊，有一天晚上，这个有一个老公啦，准备睡觉了，刚上床了，他们小夫妻刚结婚不久了，就喊起来，哎，老婆啊，昨晚儿子尿床了。 早上叫你把被子拿出去晒，你晒了没有啊？老婆在内房说：“是啊，我晒了呀。”老公说：“奇怪啊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被子怎么还是湿的呢？你都没有晒干呢。”哎，老婆，你放在哪里晒的？老婆说：“啊，我放在了朋友圈里晒的。”这个还不够精彩。 再来一个更精彩的，你们听好了啊！这个精彩的听最后啊，保证笑得你们哈哈大笑。有个大公司，晚上有一千人开那个庆功会，开到精彩的时候突然停电了，老板马上派出十个人啊，他不想把庆功会停下来，派十个人去买了一大捆三百支的蜡烛过来。 接着开，全部点好了，啊，开到一半，老板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啊，他一看这么多蜡烛嘛，他就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啊，今天有谁过生日啊？”有一个同事以为有好处拿了，赶紧举手：“老板，我过生日，我过生日啊！”老板说：“好，等一下我们开完大会，你负责把所有的蜡烛给吹灭。” 人生如梦，只有借假修真，放下自我，我们才能心无挂碍、无挂碍故，才能找回自身的佛性和本性。心灵法门就是让我们爱国爱民、遵纪守法，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，心包太虚，勤修戒定慧，践行六度波罗蜜。 才能成为人间的菩萨，共攀世圣，铸造人间的心灵净土。谢谢大家。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啊！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啊，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啊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佛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人生啊，就是靠。 一种智慧活着。如果你今天这个人说我身体很好，但是你没有智慧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啊！很多人一辈子、哎，哦呦，我身体好啦，什么好啦，什么好啦，都不行的。一定要智慧。希望大家呢，活着要有智慧。人一定要为别人活着，你才会越活越有智慧。整天为了自己，为了一点私欲，你活的时候人家不喜欢你，你死了。 人家也没人怀念你，所以一定要学菩萨，一定要好好的修心。能够帮助别人的人，就是有缘分的人。有个人问我师傅啊，我一生为什么一直没有啊贵人呢、啊？台长告诉你，你身边的人为什么没有贵人？因为你没去帮助别人。你今天去帮助一百个人，如果有二十个人回馈你，你就有二十个贵人。如果你去帮助一千个人， 会有一百个人来回馈你，你就有一百个贵人。所以，多多的帮助别人，那就是佛法界讲的慈悲。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啊！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，一定要好好的心要干净，心灵要纯洁。所以，师父跟大家讲了，学佛首先要爱自己的国家。 要爱国爱民、遵纪守法，每一个人要懂得，我今天所布施出的所有的佛的力量和自己的努力，都要反馈回社会，要反馈回国家，要反馈让世界更和平。所以台长在新年、中国新年将要来临之际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、家庭幸福、工作圆满、学佛精进。 三天跟大家在这里非常的愉快啊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能量啊！我刚刚一直在求观世音菩萨，求我们伟大的佛陀，还有没想到弥勒佛也来了今天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，菩萨的加持离不开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，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。 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好好的学佛，你一定希望永存。希望你们每个人坚持努力，去攀登自己心灵的高峰。谢谢大家。 还有两个礼拜就要过我们中国新年了，希望大家年三十晚上好好烧烧头香。我告诉你们，菩萨非常灵，有的人在我们这里刚刚头香烧好，当天就灵验。菩萨保佑啊，菩萨保佑我们呐、啊！好好的努力，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啊，这个社会需要好人，啊，这个世界需要善良的人。 需要大家好好的共同的努力来维护这个整个地球的和平，人类的健康，精神健康也是很重要。所以希望大家精神上也能得到更多的充实，能够得到更多的啊菩萨的善良的理念，好好学习，好好修心。希望你们越来越好，祝福你们，菩萨保佑，谢谢。 让我们在自己热烈的掌声，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俊宏台长。